Kumusta po? Magandang araw! Ako si Anna.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语新日老师。要记得菲律宾语新日老师。今天我们要上第一课第四课的第三节语文活动，加一加，玩一玩，一听一听，说一说。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大家还记得吗？上述的课程。那我们复习一下吧，里面有六个词汇，请帮我找对的答案，帮我打勾。第一个是早安，对的答案是哪一个呢？帮我打勾。答对了 ，Magandang umaga。还有呢？要小心，要小心是对的答案是哪一个呢？答对了 ，Mag-ingat。再来，爷爷，爷爷是在哪里呢？对的答案是帮我打勾。答对了，是 Lolo。再来，孩子，对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请大家帮我打勾。答对了 ，Anna。再来，小心。对的答案是哪个呢？请大家帮我找对的答案，帮我打勾。答对了 ，ingat。还有呢，奶奶是在哪里呢？请大家帮我找对的答案，请帮我打勾。答对了，是 Lola。大家好棒哦！加一加，巴巴巴拉瓦。第一个是小心，第二个是要小心。大家帮我看一下，第一个看第二个哪里不一样呢？答对哦，加 mag 是要的意思，要小心是 mag ingat。再来，看看的第二个是要小心，是 mag ingat。男孩子路上小心。So mag-ingat ka anak. 第二个看第三个是哪里不一样呢？答对哦，有加 ka。ka 是你的意思，你可以说 mag-ingat ka 是你要小心，还有 anak 是孩子的意思。那大家要记得哦，孩子是放前面，可是菲律宾语 anak 是我们放后面哦。再来，早安是 Magandang umaga。 第二是 Magandang umaga po Lolo 是爷爷早安。好，请大家帮我看一下，第一看第二哪里不一样呢？答对哦，有叫 po 是礼貌的意思，因为你才说话是你的长辈或比你大的人， Lolo 是爷爷的意思。再来看看我们说的爷爷早安，是 Magandang umaga po Lolo。 还有呢，那奶奶早安是 Magandang umaga po Lola。 那大家帮我看一下，第二跟第三哪里不一样呢？答对哦，人不是不一样，第三是 Lola。好，那我们要学习玩一玩 ，baun lain。刚刚的 magandang umaga， 我们可以说爷爷早安，是 magandang umaga po lolo。我们还可以说奶奶早安，是 magandang umaga po lola。那如果妈妈早安呢？怎么说呢？妈妈是奶奶的意思。那奶奶我们放哪里呢？前面哦，后面。答对哦，我们要放后面，所以大家一起念 Magandang umaga po nanay。 那如果说爸爸呢？爸爸是大呆。那爸爸早安怎么说呢？大呆是放前面哦，后面。答对哦，是放后面。
让我们一起念吧。 Magandang umagapo tatay。 那如果是老师呢？老师是 guro。 那老师早安怎么说呢？ guro 是放哪里呢？前面或后面呢？答对哦，是放后面。大家请帮我念 Magandang umagapo guro。好，现在我们要玩游戏了。我们的游戏是排列游戏，老师要念，那请大家帮我排一排。第一个是 magingat， 请大家帮我排一排。答对了 ，magingat。第二个是 magandang umaga， 请大家帮我排一排。答对了 ，magandang umaga。第三是 magandang umaga po lolo， 请大家帮我排一排。答对了 ，magandang umaga po lolo。再来 ，magingat ka anak， 请大家帮我排一排。答对了 ，magingat。ka anak。 再来 magandang umaga po lola， 请大家帮我排一排。答对哦， magandang umaga po lola。 好，现在呢我们要听一听数位数了。老师要念，请大家帮我在对的答案，让我帮我打勾。我们开始吧。第一个是 paalam po nanay， 请大家帮我找对的答案，帮我打勾。答对了，是第三 paalam po nanay， 请老师念一遍 paalam po nanay。 再来Magandang umaga po Lola， 请大家帮我找对的答案，帮我打勾。答对了，是第一 Magandang umaga po Lola。 再来 Paalam po Tatay， 是对的答案是在哪里呢？帮我找一找，然后帮我打勾。答对了，Paalam po tatay。 再来 Magandang umaga po lolo， 请大家帮我找对的答案，帮我打勾。答对了，说第二个 Magandang umaga po lolo。 Paalam na aking mahal。佩老师，你唱歌好好听哦。真的吗？老师是菲律宾人都很喜欢唱歌吗？对，老师，我们菲律宾人很喜欢唱歌，我们菲律宾人很热情，我们非常喜欢唱歌，不管会不会唱都会唱歌哦。哦，那这样子的话，菲律宾人跟台湾人一样会常常去 KTV 吗？哦，我们不用哦，我们是家庭都有卡拉 OK 机，然后我们家人肯定有一起唱歌哦。哇，那下次我去菲律宾的时候可以去老师家唱歌吗？好，可以哦。今天的课程是结束了，你们回家的时候给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分享我们的课程。学生们再见，巴阿朗。